收到贴纸，先用刮板正反面刮平，之后把小的图案剪开，留着粘贴到需要粘贴位置。贴纸背面朝上慢慢揭掉没有粘性的白色底纸，在要贴的部位和车贴背面均匀地喷洒清水，另外一边保持平稳，不要粘到车身。刮的时候要顺着车贴的方向用力把车贴里面的水分刮干净。撕掉白色外围纸的时候要慢慢倾斜往上拉。